次の部分に入ります。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进入下一个环节。まずこれを見てください。自分の失敗などを正当化するために事情を説明すること。これはどっちですか？口実、説得、言い訳。皆さんよく考えてください。どうですか？正しい答えは言い訳です。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几组词汇。首先我们来看跟汉字利有关的词。利这个字呢，音读读作利，训读呢可以读作 ki， 主要是跟动词 kiku 有关。利息，あるいは利息，这两个词呢都是利息的意思。銀行の利息，银行利息，支付利息叫做利息を払う。那么利息率或者利率就是利率的意思。下面一个词利点，它的意思是有利な点、あるいは便利な点。要するに、都合のいいところ。好的地方、优点。A 案には多くの利点がある。A 方案有很多优点。接下来、砂利。这个词的意思是小石子、砂石。砂利道就是砂石路。接下来我们来看左利き。它的意思是左撇子。与此相对，右利き则是右撇子，习惯使用右手的人。好，以上是跟汉字利有关的词，下面我来看看汉字有，一起来看这个汉字的音读，它读作 u。首先 u 波，有希望，有未来。这个词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形容动词。u 波那研究者，前途有望的研究者，很有未来的研究人员。前途有望な新人，有希望的新人。有益，这个词的意思是有益、有利益的。利益がある。有益な本，有益的书。休暇を有益に使う，有效的利用休假。相反，无益的，也就是说利益にならない無駄，这就叫做無益。無益なことをするな，不要做无益的、徒劳的事情。下面一个词，有力，这个词呢也既是名词，又可以做形容动词，它的意思是有实力，或者说可能性很大。比如说，地域の有力者，一个地区里面非常有实力、有权势的人。此外，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有力な候補者，这时候的有力就可以理解为很有希望，极有可能当选的候选人。下面一个词，私有，它的意思是私有，为个人所有。私有財産叫做私有财产。私有地，即是私有土地。相反，如果是归公有，我们就可以说叫国有。那么国有自然就是国有。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动词，有する。它的意思就是拥有，相当于何々を持っている、あるいはある、所有する。例えば、権利を有する。它的意思就是拥有权利。那么具有能力也可以说能力を有する。以上就是跟汉字有有关的几个词，这几个词相对也不是特别复杂。接下来我们来看汉字现，这个字的音读呢应该读作跟。比如说原稿。原稿というのは、現在行われていることです。現在正在進行的、現行。原稿犯、它的意思就是現行犯。那么、原稿法、就是現在仍在施行的、有效的法律、現行法。接下来、現場、就是現場。工事現場、施工現場、工地。那么、相应的、我们还可以说事故的現場。事故の現場、火災現場、火災的現場等等。接下来我们来看現地。現地的意思是あることが実際に行われている場所、つまり現場。あるいは自分が現在住んでいる土地という意味です。也就是说、現地这个词在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于現場。除此以外呢、还有現住地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現地に向かう、去現場。我们也可以换一个动词，换作赴く。現地に赴く，赴現場。現地調査を行う，进行现场调查。再比如，現地に来てから1年になった。来到现在住的地方已经一年了。下面一个词是出现，出現，也可以用作动词，出現する。它的意思就是出现。今までなかった、あるいは見えなかったものが現れてくる。例えば、UFO が出現する。出現了 UFO。下面一个词、再現。一样、它也可以用作动词、再現する。那么它的意思呢、就是再現、或者说重現。事故の状況を再現する。再現事故的情况。下面我们来看三个跟汉字丙有关的词。这个字在下面三个词里面都发作ガラ。首先是間柄，它的意思是关系，比如親密な間柄，亲密的关系。再比如说会釈するぐらいの間柄，意为点头之交，或者说呢仅仅是认识而已。接下来事柄就是事情，重要な事柄，重要事情。另外人柄就是人品，品格的意思。立派な人柄，意为高尚的人品。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汉字译，也就是翻译的译。这个汉字呢，它的音读叫做ヤク，而训读呢可以读作ワケ。首先来看直ヤク，它的意思是直译，直接翻译。文章を直ヤクする，直译文章。那么我们知道除了直译以外还有意译，意译叫做イヤク，可以一起记住。接下来内訳这个词意为明细，比如说請求書の内訳，账单的明细。接下来一个词言い訳，正如刚才那条小练习，它的意思是辩解，为自己的失败找理由。例えば遅刻の言い訳をする，辩解迟到的理由。接下来的三个词和汉字说有关，说这个字呢可以发作せつ，这是它的音读，那么发作と则是训读。首先来看説得，这个词也可以做动词説得する，它的意思是说服。話聞かせて相手を納得させることです。親を説得する，说服父母。那么相应的説得力则是说服力的意思。比如说説得力のない文章，没有说服力的文章。接下来一个词不用多解释了，伝説，传说。伝説上の人物，传说中的人物。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动词 talk。 talk 的意思就是说，当然也有劝说、说服、提倡等意思。教えを talk 就是说教的意思。另外理由を talk 则是说明理由的意思。相应的自由平等を説く，则是宣传提倡自由平等的意思。下面一组词跟汉字是有关，仕上げる，它的意思是完成，完成させる，它对吧，作品を仕上げる，完成作品。相应的名词呢则是仕上げ，它就是完成的意思。比如说作品の仕上げ，作品的完成。接下来仕入れる，它的意思是进货，商品を仕入れる，进货。相应的名词就是这个动词的ます形，仕入れ，采购。接下来仕切る，它的意思是隔开，部屋を仕切る，隔开房间，把房间隔成三块就叫做部屋を三つに仕切る。此外这个词还有处理安排的意思，比如说宴会を仕切る，它的意思是负责安排宴会。下面一个词仕組み，它的意思是结构，比如说一个事物的结构，或者说一个小说电视剧它的情节。世の中の仕組み，意为社会结构，也就是社会的构造。接下来动词使える，它的意思是服侍，一般是跟着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比如说神に使える，服侍神灵，或者说親に使える，服侍父母。那么国に使える，它的意思就是为国家服务。今天的最后一组词和汉字差有关，
日差し意为阳光日照。日差しが強い日照强。明るい日差し明亮的阳光。接下来時差时差。時差がある有时差。時差ボケ意为时差还没倒过来。此外点差它的意思就是得分的差距。点差が開く意为得分差距拉开。再比如说5点差它的意思就是五分的差距。最后一个词是一个动词指さす它的意思是用手指来指。家の方を指さす用手指去指家的方向。顺便说一下用来指的那个手指也就是食指叫做人差し指。好今天的第三个部分我们也就告一段落最后我们来做一做这一部分的练习。1. 会議で新しい製品の必要性を A. 使えた B. 解いた选项 B. 解いた是主张提出来提倡的意思那么 A. 使える它的意思是侍奉因此呢我们选择 B. 在会议上主张新产品的必要性2. これは本物を忠実に A. 出現 B. 再現した模型です这一题的答案呢比较明显应该是选项 B.再现这是忠实再现了原物的模型。3. 親に A. 言い訳 B. 説得されて進学を諦めた言い訳的意思是为自己的失败找理由辩解选项 B. 説得是说服这一题呢我们可以选择 B. 被父母说服放弃了升学。4. 魚市場で新鮮な魚介類を A. 仕入れたB, 仕上げた。选项 A, 仕入れる是进货采购。而选项 B, 仕上げる是完成。因此我们选 A, 意为在鱼市采购了新鲜的水产品。5. 彼は真面目で、A, 間柄、B, 人柄の良い人物です。显然这里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B, 人柄是人品的意思。人柄の良い人物。意思是人品很好的人。他是个认真的而且人品好的人选项 A 間柄是关系的意思6番定期預金に少しだけ A 利息 B 有益がついた选项 A 利息是利息的意思选项 B 有益是有益有利的那么利息がつく是带利息活期存款只带少量的利息7彼は失敗するといつも見苦しいばかりする这一题我们不难发现应该是选项2言い訳这个选项是正确的他一旦失败总是会找一些让人看不下去的理由选项1説得是说服选项3言い訳是明细选项4事柄是事情这三个选项可以排除掉8最近は情報という文字を学部が多い选项一有する相当于持っている有最近很多院系带着信息这个字样确实这也是一种流行现在实际上不仅院系实际上呢国内外很多大学的名字里面也会带有信息的字样第二个选项 skill 它的意思是分隔隔开选项三 chokyaku 是直译选项四 ubisas 用手指去指这三个选项呢都可以排除掉